球扛起来，这球扛起来，是一个两分炮，哦，直接出球场了，直接把他扛过大墙。你左想右想，哎呀，先打进去上是左打的王正堂了。王正堂用棒子告诉你说，别怀疑啦。稍微揣摩一下魔音的挥棒而已。来吗？哇，追球！哇，看起来是一颗滑球啊。嗯。哇。好远。